国务院秘书长董扬今天表示，国务院马上将出台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完整配套政策。预计今后的新能源汽车将快速发展。现在播报本台最新消息：今天下午，京城高速145公里处发生一起多车追尾事故。据事故现场记者了解到，此次事故造成多人受伤。 苏静，你怎么了？有人欺负你了？没有。你还活着？我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呀？我看新闻上有人出车祸，我以为是你呢。我刚才手机有问题，一直没信号。那个车祸我看到了，我刚好经过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我以为那个人是你。 我没事，啊，我还活着，别哭了。那个，我带你去见钱总吧。苏醒，眼泪是不会骗人的。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对我的感情呢？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难道真的等我死了以后，你才会后悔？你看着我。 1982年的拉菲，它呢，带着一点点水果味儿，最适合女孩喝。哇，我再尝尝，还行吧，香啊。来，吃吧。你经常来这家吃饭吗？也没有了，以前来过，但是我今天特别带你来尝尝这家的牛排。 他牛排很出名的，好吃。会不会太重？不会。我这5分熟，你的7分呢？吃牛排就是得要配红酒。啊，有这讲究啊？是啊，海鲜就要配白酒。来 ，cheers。 讲究还真多啊！是啊，苏静。哎呀，送给你啊！谢谢。哎，真的，不怕你笑话我，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收到花。是吗？哎呀，那我真荣幸哦。<笑>跟你说个秘密，我从来也没人送过我花呀。<笑>, 笔名笑，下次你送我一朵花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这里是一个秘密的地方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哎呀，真好看。
汤妈妈，来，我看看。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你愿意接受我吗？你愿不愿意当这房子？